Hello， 大家欢迎 Game HK， 继续有我 Leo 同大家玩呢一只只狼。个大佬会出现翻咧？冇咯，死咗一个咯，嗰个佢死咗就真系死咗咯。冇啦，走啦。呢度有一个，对面呢？对面有啲类似乌鸦嘅物体，呢度呢边先。玩潜行多啊，我觉得都好高啊，去到呢度有一个，呢个附近冇人。等你行翻转头就可以搞佢啦。其实我系咪一定要杀晒啲人咧？其实我唔一定杀晒啲人噶，话是话。咦？唔通呢度有偷听？咦？嗱，一飞上嚟真系见我唔到啦！咩事？有人射枪啊！哎，揿错掣！哎呀，唔小心杀咗添。啱见到有偷听啊！哥，你有冇咁搏得啊？哎呀，啱啱嗰下偷听啊！算啦，唔杀都杀咗啦，唉，对面啲条友又系咁开枪，麻鬼烦。哎，唔想跌咗嚟添。哇，嗰度有只肥肥啊！过嚟啊！但我后面仲有敌人，唔理啦，执咩先？鸦片。呢度又有两个上紧嚟，哇，三个对我不利，你一理先唔得。等啲人走紧啲，我先至再行动啦。俾俾先，呢个 moment 咧，呢啲就好有用啦，走佬用。有冇啲走得？哎，呢度啦，走得更加远啊！再走远啲，等你搵我唔到，我可以慢慢回血。我上嚟啊！斩一笨，哇，真系抌石仔喎，上但系杀咗一个，仲有其他人。喂，搞错，你航班应该就爆噶咯。哇，唔得，呢个食呢一个，好重喎你。哇，斩佢，佢系唔会窒噶。呢个绝对唔可以贪到。哇！
你发现啲咩啊你？喂喂喂，咁矛啊你！无啦啦用手。我唔好讲，唉，死啦你去！黐线嘅，佢冇人敢锤仔噶嘛，揼揼下无啦啦甩开只手，哇，真系估佢唔到啲招。好啦，又冇晒药啦，唉。咦，呢度里面有原来。嘩，被人见到。走返嚟先。吓死人咩。嘩，黐线啊。嘩，嘶血啊大佬。下面有隻似系啲 NPC 嚟喎。哇！伊之助か、せがれよ、若様を見なかったかな。回答我咪有个，系啊，我咪有个仔啦。せがれではない。伊之助、またそのような。そなたはわ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というが、さすがにせがれを間違えるわけなかろう。まあよい、せがれよ、この鈴をそなたに託そう。若様のことを案じ作った守り鈴じゃ。この守り鈴を仏様にお供えしておくれ。佢要我哋将呢一嚿嘢摆翻喺嗰个佛嘅前边供奉。走先，嗰个会开枪远攻，我唔知佢边度射埋嚟。哎呀，慢慢嚟啦。睇嚟前面有机会打大佬嗰啲喎。哇！呆咗咯，做咩事啊，大佬？对面啊，系一碌大炮车过嚟啊！等我搞掂咗先。成碌炮军我啦！我而家想执下啲回血嘅咋，有冇啊？呢度又唔似有啦，侧边有冇嘢执咧？哇，越整越啲大宅嗰啲嚟喎，大佬，越行越唔敢行啊！呢度两个做咩噶？残影。これも平田のものだ。弔ってやらねば、九郎様。エマ殿、平田から逃れてきたもの、他には。もうほとんど残っておりません。そうですか。すまぬ。流因を狙う者は絶えぬ。平田の者たちを、私が巻き込んでしまった。
残影嚟啫，冇乜特别嘢啫，都系啲即系啲故事性嘅嘢。前面有冇敌人呢？有，咦，有物计倾喎。诶，呢度都偷听到喎。赤鬼め、縛るだけでは不安じゃの。戦の前に我らが襲われてはしょうもないわ。いざとなれば火を使うしかあるまい。赤目は火を恐れる、そういうお達しじゃて。お達しね、変わっちまったな、アシナの戦も。咦，睇嚟我哋一阵系要打赤鬼，赤鬼系怕火嘅。多执埋嘢先。药丸，哎呀，可以回血啦！嗰度有冇敌人呢？我咪都系杀咗佢先好啲啦。前边有，我听到啲嗌声嘅系，唔通赤鬼嗌？但系好远下喎，哎，唔理住。哦，对面嗰隻嘢啊，哦，嗰隻就係赤鬼俾绑住咗，应该係其中一个大佬嚟啦。如果係咁，咦，嗰度好似要专罚，诶，嗰度专罚啦，喂，哎呀，跌咗入心，诶，大镬，爬返上去先。唔得，佢啲嘢好衰，一定要再掹住。系啦，拜神先。顺便嘅休息啦。我哋翻埋去，因为我哋啱啱都执到一个新嘢嘅，睇下有冇用啊。咦，个女人唔见咗嘅？多啲砖喎，做乜鬼嘢啊？发生咗咩事？哦，走咗入嚟帮个阿伯睇病。何をしている？あ、あなたですか。竜害の調べのため、物資殿が吐いた血の塊をいただいていたのです。血の塊？はい。咳とともに出たものです。血の色がわずかによどんでいるような、しかしこれだけでは定かには。できることはあるか。竜害にかかった者が吐いた血の塊、それがもっとあればより詳しい調べをできます。竜害にかかった者がいれば当たってみよ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ではまた。お前さんも来たのか。賑やかな子って。嗱，个大师点解会病呢？其实咧，同我哋系有关嘅。当我哋死得越多，咁啦，呢一个我叫佢做城镇啦，即系我哋自己屋企啦。他们里面的人就会病的了，如果你死得越激死得越多，他们就病得越劲，如果他们死到很夸张的话，他们就真的会死了的。不过据情报显示呢，是有机会是令到他翻生的，但至于是怎样呢，即是刚开始所以都未知。所以如果你们玩这只 game 的时候，就尽量不要死那么多了，因为呢如果 NPC 死了的话，可能有很多东西你会做不到，例如过八你的耳肢啊，嗰啲冇得再强化，或者个女人死咗嘅话，可能你就冇得
再增加嗰嗰个回血嗰嚿嘢，所以要好小心啊！祈祷先，睇下啲乜嘢特别。哦，嗰、那个我哋嗰个long long啊，头先嗰个。目をつぶり、鈴の声を聞いてやるといい。その鈴の音が呼び覚ますじゃろう。眠っちまってる。お前さんの古い記憶を。咦，我哋去咗第二笪地方喎。我哋去边度啊？药丸。呢度系嗱，暂时未知呢一度系，咦，开睇地图先。嗱，未知呢一度系边度，我哋可能下集睇一睇。不过我而家咧翻翻去打咗只赤鬼先啊。下集嚟呢一度，睇下究竟系点样样。好啦，我哋翻返赤鬼呢一度，不过就执下啲装备先。我哋就换呢一个，啱啱嗰个瓦片冇乜用，即系打啲卒仔啊就有用，但系打大佬就瓦片冇用啦。之后咧，呢个系加防嘅，之后攞埋呢个尘，即系攞嚟即系唔俾佢咁容易打到我，即系阻挡佢啲视线。好，我要打赤鬼啦。咦，就要打两卒仔先，因为翻咗去嘅关系，嗰两个走翻出嚟清咗先，咪一阵间就麻烦啦。死女，赤鬼我嚟啦，赤鬼，但可以就烂咁个九嚿嘢，坚系烂咗。仲要扑埋你添，食个家防先。哎呀，咩啊？无法以加开对应爪取嘅攻击，一旦被爪住咧，就会毫不留情咁承受伤害，即系唔可以被捉住啦。个位哎得啦，啱啱个位啲危险，哎得啦，忍杀，哇刀嘢插落头我顶，哎呀争啲那嘢。咦，窒咗佢，引我啦想，哎呀好在避到，哎呀争少少，哎呀避咗先，饮药，哎点啦，哎喂大佬争一下，俾埋我冇。唉，懒啊，总之算啦。啱啱懒谂住，唔避啦，同佢搏血。
哎，而家有两个散落念珠咯，我哋。我哋学咗一个技能、哦，叫做忍者若色甲。有技能学咯、哦，而家我饮埋先，嘥条命添，唉，算啦，送啦，啱啱就同佢搏血，争呢个一滴血，唔系一滴，应该一滴平衡。但正確中正確啲嚟講，我偷窺對方用嘅喎，呢個係即係啲望遠鏡啦、啊。哎，有種子，正瓦片，又有敵人啦。呢度。下面又有个，我谂我翻去先会稳阵啲啊，同埋系咯，今集都差唔多啊，玩到咁上下啦，都睇埋呢边有冇嘢。咦，有嘢喎，从呢边门打唔开？咦，有啲咁嘅嘢嘅咩？睇先呢度有乜过去咧？呢度唔得喎，呢度冇位俾我上喎，又算啦。好，今日搞掂咗只赤鬼，我谂只赤鬼应该啲大佬嚟嘅，细或者应该第一关打，或者啲细王咁样啦。好，咁今集就玩到先，中意帮我 like 同埋 share 俾嗰啲朋友，下集再继续同大家玩呢只只狼。咁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